耐力会很烂。那便当哥便当，我刚直接喝东西了，又要烤了，又要烤了，嗯，湿透了。好，我升我升，嗯。他超喘，他自己不是湿了，手冷，点了一下打火机。我看一下，这个吗？对，好像是这边，对对对，这边有录音带啊。哦，你剪一下，你剪一下，剪过了，可以听歌。这个叫做火把。哦，这边有点有印象了，就是我们那原本跳下去，然后这边炸开的地方，就是炸开的地方，我们反向超久，对，我们反向炸，就是炸开的那个。哎，这个石头居然还放着，哎，所以可以直接去天坑了，对吧？我们可以直接就这样走过。你知道怎么用啊？先把它拿出来，拿出来，然后按一往旁边，嗯。哦，这个天桥很恐怖哎、欸！这天桥超……我们是哦，对，下面是真的，下面没什么东西啊，真的又有脚胶了哎、欸！哎、欸，可是那边这个绳索我们是没有下去过啊，两边的都下去过啦，我们分别、啊、就是一人站一边啊，对吧、啊？然后没什么东西啊，就是、都是水而已。这瓶过来吗？来了，嗯，这有脚胶剑啊？对啊，我刚路过才发现我没有捡那个脚胶。脚胶是什么东西？机器人的脚，算是有脚胶。机器人在独木桥中间，独木桥中间。哦，回去拿来看。然后那个时候还哎，突，这里。然后那个时候还把它鼓了一下，有没有？这边地上。脚胶。对，机器人脚胶。好，到天坑底下了。来，你先过。有过来了，有声音哦，有声音哦。什么声音？没有声音吗？有啦，哦耶，过直升机呗。哎、欸，这边怪重生的、欸，什么怪？哎、欸，对，这里外面的怪就会重生。这边也重生了。这边有那个有弯刀，东西你拿一下。弯刀，弯刀跟在直升机旁边。弯刀没啦。好，不要跳进去哦，因为它会上不来。嗯，对，收。已经有人帮你测试过了。那个直升机，来，这边。哎、欸，不，有肥肥，过来，有肥肥。哎、欸，虎皮出现了。先上一次有没有就很好奇，不的用是什么攻击？虎皮怎么不见了？这里，直升机，我看到了。这里，行。啊、掉到水里了。要开射了吗？啊、我又掉到水，你们可以，你们射啊！过来！他插住了。射他！哇，他震，我们全部都震哎、欸！他的脸好像鼻孔哦。射他屁屁啊！好快、哦，这么痛哦！他死了，弓箭这么痛哦，可以撕他哎、欸，对吧、啊？就口香糖拿了，就口香糖可以拿了。稍微嘛，稍微嘛，拿不完的稍微嘛。哎、欸，还有一样，你可以回收箭矢、欸。第二只北北，可以啊，箭矢都可以回收。你注意啊，北北会冲撞哦。Charger 来喽！喂，他是想撞死、啊。他会转弯，我怕会打到杰克。哦，地震！哦，杰克倒了。哦，死了！他打好快啊！这个打他好快、啊。对啊，内功好猛啊！哎、欸，那真不愧是现代功。我觉得一群现代功就好酷哦。真的，这电脑哥你觉得很酷吧？电脑才觉得被霸了，觉得莫名其妙。哎，又有了，在对面。你要补充一下那个呼吸器哦。怎么补啊？一样那个氧气罐用氧气罐左键。可是它会不会一次就用掉一罐啊？会，对，会。对啊，我想说用到快没再换。可是你，我怕说底下很深的话，你怎么办？我们下去再开。在下面也可以开吧？对啊。哎，不知道哎，有蜘蛛哦，有蜘蛛哦，听到声音。它右边躲在石头后面。哦，哎，你看它在干嘛？一件哦，一件呢、欸、哦，根本就是狩猎场啊！哇，他丢什么东西？有人丢石头！哎、欸，有一个很快的出过来了，一个来了 ，Tank， 蜘蛛女在哪？那边，我在射他。右边石头，没看到哎、欸，有啊，中了，他撞见了啦！来来来来，看到了。
他来了，稍微嘛，还想呼吸是不是？啊，我收到繁星了，我在回收箭矢，有了，我贴着他狂按一，好爽，好可怜哦，我们好野哦，超野。这也好野，那就可以准备下去那个啦。要不要先骚动记录睡个觉、啊？好啊好啊，我们来记录睡个觉。你要做那个临时护士哦，有喝的有喝的有喝的。好，没有喝的。我来捡箭矢的。哪里要箭矢？箭矢都回收完了，没了没了。芬达，芬达，芬达，芬达。睡觉，睡觉，睡了，爸爸，爸爸，早安，好了，早安，坏掉了、哦。他这只能用，他这个是真的只能用一次。对啊，早上起来先喝个苏打水，再解旁边。我是直接喝巧克力，我喝个酒，然后我吃个零食。欸、要不要烤火啊？他们说我们没拿房卡，不是房卡，没关系，我们去看过一遍。啊、我的理智值越来越高了，因为我们不知道去房卡去哪里了。你也太享受了吧！欸、太享受了，用个火堆，我也变高了83，史上最高。我的是满的、欸，哎，受感染群体。最享受原来是你啊！透明弹，好的透明弹。最享受是你。对，他一直是理智最高的。没有一个满的、啊，他没参与到我们烧烧早的啊。对啊。过得太幸福了，想吃早餐，有在煮角椒跟手烧了，啊、哦，太好了，这里有角椒，这里还有，这里还有，那时候，不过我们再下去好了，丢下去干洗了，我听到洗掉的声音，会花旗的声音，有，要吃了自己拿，好，我吃饱了，这边还有两只脚跟一手，要下去了吗？我准备好了，吃饱吃饱吃饱上路，吃饱上路，叠了一只啊，好可怜啊！吃饱上路，好了吗？是这里吗？哎、欸，我怎么没穿护甲？哦，下面，哎、欸，是正下面吗？哦，这个洞这么小，难怪哈基会那个，哈基找不到。对啊，主要是小，然后他还要按经过按键才能过来。对啊，难怪哈基那个时候会卡。哦卡，有好吃食物吗？没有了，你不要先几个进去，等下如果卡怎么办？对对对，怕说等下卡不住，就真的很糟糕。哇，哈基，你这样真的刚刚怎么？昨天要怎么上来？下去，如果没迷路的话，一罐氧系统 OK。人家讲的。哎、欸，火舞讲的。哦。可是如果没满的氧气筒呢？哦。像我就是没满的氧气筒。对啊。我想跟剧烈一样，我们有存档啊，吃零食。我刚刚有存档啊，对啊，大家都存了，是还。走我看蛇皮慢的滑下去。哦，卡一下，卡一下。就搭下来的时候，穿过那个门的时候。哦，这道你太窄了吧？我要窄路了，哇、哦，完了，会不会真的那个啊？你们。哈基，你 OK 吗？我只有三分之一罐的氧气罐，可以吗？你更少哎、欸！我游第一个啦，大概只花了六分之一而已。所以，哎、欸，到了，到了，到了，可以六分之一够，六分之一够。我生火，我生火。所以我等一下上去马上补一下氧气罐啊。嗯，有点冷，哦、好冷哦。可以可以可以，我在生火了。该边听音乐边下来了、哦，有声音。我先剪一下画哈，哇，有画，披米的画，哦，游泳哎、欸，好猛哦、喔，游泳的画，而且旁边那些是鱼还是乌龟？还是乌龟在哪里、啊？绿绿的鱼，嗯，烂掉了，嗯，在这，无氧气罐，这很奇怪，为什么就只有他没有死啊？搞不好他已经死了，我觉得这个是剧情吧。剧情应该是有什么东西之类的。发现说 Timmy 不是他亲生儿子。为什么石头掉下来？其实 Timmy 是野人的孩子。只要你们看到的石头都是我在玩。照片在哪边？在站的斜斜的地方。对，哈基的。哦。这个长的路越来越奇怪嘞，为什么那么整齐啊？
哦，打 boss 了，打 boss 了，打 boss 了，有人整理吗？这太整齐了吧、啊！这太整齐，这不科学，哦、棒啊！是铁做的吧？这什么东西啊？不知道哎、欸。我也在想，不然一个人下去看啊。好，没东西。干嘛？没东西，没东西，没东西。怎么了？花季怎么了？哦，我只是断叫。哦，这有。是招紧张的气氛。有人。他脸有照片，地上、他的脸是被那个的、欸，我们要剪那个，有脸皮啊！哎呦，等一下，他脸，哇塞，他好帅哦！他房卡的地点，对他给我们房卡的地点，所以应该是我们这边也可以找到房卡啦，不然不可能现在才给我们这个照片啊！我们要找那个人，完全没看到照片是长什么样，我第一个，刚太混乱了。刚刚真的很混乱，按一下 B 看一下，哪一张啊？不是，他好像不在物品栏里面的，他不是老照片，他是资料。会冷呢、欸、吗？笔记是不是？对，好像是笔记。没有啊。声音听起来超诡异的啊，好恐怖哦。啊，好让人躁郁哦。对啊，没有哎、欸，那个照片怎么见？我要还击。照片呢？反击！好反击！要还一级敲石头。他们这里拿不到房卡，要上去拿。所以要回去啊！所以他是故意让我们现在这边才看得到，是不是？超坏的、欸！我说要房卡，然后再绕上去找哦。你只要找才能来哦。哦，我给你给你提示的，你之后才能来哦。我那个是敲不爆的。对，加九棒棒锤是不是？他没房卡，只能走到一半吧。对啊，二阶次。往前走啊，看有什么东西可以捡。二阶次，这边有录音带吗？对，录音带。录音带。哦，录音带也是。录音带。哇，这是什么、啊？军队什么？真的？军队突围。哦，那旁边我捡个骨头啊。下去啦！好，我冲啊！你们没有点火啦！我捡到了，走喽，下去喽！好好，行，一直往下冲，后面安全，没有悬崖。你忘了点火了，垃圾。然后请拿上你们勾勾，你的登山镐，请准备。登山镐，一下二上，一，一，没有二，三点不动，一点动，只有一，他是一手爬，这很厉害。好强哦！我下不去，我踩到人家头上下不去。我踩到前面有在上面，太猛了吧！嗯，这边好漂亮哦。对啊，我点火点的好。我知道麦块也要这样盖。哦，好累哦。走上，走下面，下了上面。对，那是下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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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面。骗你的。那可能是那种登山的，那把那个什么行李箱要托运的，越来越靠近身体的核心咯。哎呦，行李箱托运，对啊，要拖的时候要斜斜的上面。反正有 boss 啊，这里好大哦，小野人，我们八个弓啊，哈哈，啊，是的，在笑屁啊，超气耶。感觉就是一堆僵尸往那边冲，有没有？这边有饮料了，有人在哪里？在他这边，跑掉了。这有饮料。哇，怕烧到自己了。饮料有中了，有人射到我。我都很害怕，我都直接射。有人打到我。太多饮料了吧？他给物资真的很慷慨，不知道是因为难度的关系还是怎样。那这边就是工厂啊，这边是苏打水工厂。苏打水工厂，搞不好这我们游的都是苏打水，跟你讲，起来都黏黏的。哎呀，这里应该也一大堆了。哇靠，这救生圈是想要套谁、啊？哈基这边应该，这边有炸药哎。这救生圈是想要套谁、啊？后面，哈基来了，你后面，很会滚哎。我有炸药，你原来箱都没东西就不开。哪里有炸药？左边，这边好多，这边好多哦，这边炸药喽，这边，这里有四个炸药，这边还有四个，没有哎，
这边我这边在这里，在这个箱子堆里面。杰克，我这边没有吗？这边有三个哎、欸。没有，这边才